伫咧彰化地区，真出名建设公司巨匠建设摒弃着花卉田园的宗旨，加上当期受到鹿港河岸宫、五府清水甲福德宫的南方土地庇佑，董事长林财源一知影庙方哦征收水池需要经费，真阿萨利捐赠杨香钱，嘛特别前往河岸宫甲福德宫拜拜，希望伫咧五府清水甲南方土地的庇佑之下，每一个建案都会当顺利大卖。水池征收完成了后，买档来提升整个杨桥公园的参拜环境。鹿港河岸宫、五府清水甲福德宫南方土地杨桥公园正中央的水池，当地咧进行征收工程，信徒纷纷捐款协助。其中，彰化巨匠建设的董事长感应到五府清水甲南方土地的庇佑，特别捐赠经费到上天。鹿港河岸宫吼，伫主委啊，即带领之下。来我巨匠建设，甲我讲咱这个河岸宫啊，福德庙这个头前，这个池啊，要来大清理。大清理呢，都得要开钱吼，需要各方的人士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来达到三工安尼。我义不容辞啊，尽着淡薄的力量吼，佮拄好咱河岸宫过去啊，定定。真出名的就是歌唱比赛，咧举办这个歌唱比赛，受地方拢非常的欢迎啊。我嘛咧讲吼，这个歌唱比赛，我要来做这个协办单位安看会使无？这个主委啊，咱主委啊，足爽快就讲答应啊。所以我嘛伫暗算这个咱咧举办这个歌唱比赛的时阵啊。公司来了做协办安尼。注意金玉中嘛，带着董事长林财源等一行人来看水池征收工程。除了观看收水池以外，林财源知影侯安江要来举办歌唱比赛，嘛来加入协办的行列。安尼巨匠，安尼董事长吼，我多莅临咱鹿港侯安江甲福德江，来此参拜五湖泉水的神恩吼，感谢伊的神恩。在此小弟将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二万分的感谢吼，过来也是希望大家会使了解咱鹿港河岸宫甲福德宫，伊是一个结合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吼。若入来河岸宫先求五福千岁爷求平安吼，再来咱南方福德正神来求财力吼，人爱有平安。手夜清香，诚心参拜。林董事长也希望透过捐款，让企业和社会献德，大家会当做伙替五府清水和南方土地公来做代志，让工程顺利圆满，提供信徒更加舒适的参拜环境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